爱车要常清洗，许多人为了省钱会自己洗车，这时可注意清洗步骤和使用器具，就请达人来教你四大秘技。要先等车身的温度降低，尤其是 DA 盘，因为如果用高压的冷水冲的话，容易造成变形。冲洗车身的时候会从上往下冲，因为如果砂石在附着在车漆上面，容易造成刮伤。而洗车时建议使用柔软的羊毛手套清洗，避免使用海绵，因为海绵孔隙大，一层沙粒显容易硬化，一不小心就会刮伤车。清洗后尽量使用鸡皮布，以按压的方式吸干，千万不要拖拉，容易让颗粒或沙尘刮伤车体。此外也建议洗车间距7到10天，太常清洗反而会伤车漆。动新闻报道。